现象级古装玄幻剧《择天记》于昨日官宣定档，该剧将于4月17日燃情开播。在剧中饰演魔族公主的姚笛即将揭开真容与观众见面。在最新曝光的定档海报中，别具一格的剪影形式让观众眼前一亮。魔族公主伫立于大漠落日间，双眼凝视前方，手持利剑，蓄势待发，仿佛即刻间加入战斗。虽然只是人物的侧身剪影，姚笛将南柯身上的孤傲、英气十足的一面展露无遗。逆天改命版预告片中的姚笛以一袭黑衣劲装亮相，挥手间气势十足，王者姿态显露无遗，身后精锐部队挺好而动，将魔族公主的姿态拿捏得十分得当，眉眼之间尽显冷艳高傲。姚笛时隔八年再次挑战古装造型，在即将播出的《择天记》中，一改以往甜美活泼的荧屏形象，暗黑系整体造型尽显邪眉冷酷，动感和杀气十足。